进不来，找死！没事吧？我有点吓到了。别怕，有我在。走，我们回家。饿坏了吧？吃口面。齐木兰，你答应我，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，都不要离开我。放心，不论你以后遇到什么危险，只要喊我的名字，我就会第一时间出现在你面前。嗯，再吃一点。我知道是你，出来吧。我警告你，不要接近他。你到底是为了西非爷爷的秘密，还是喜欢上那个女人了？是谁？零零七，你就承认吧。你留在这里根本就不是为了所谓的秘密，而是为了那个女人。你只有一周的时间了，自毁装置一旦启动，你将灰飞烟灭。你记住，我们不配拥有感情。你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打劫的。你想干什么？把钱交出来。走走走走走，哪来吧你。